啊，我会会吐，有无？啊，这会拔。好，帮你做检查一下。好。不会便秘啊？你之前有便秘风经过吗？龙奶奶。机车骑士坐在地上无法起身，怎么知道好端端骑车经过嘉义市金钟国小附近，会突然被虎头蜂蛰到？听到头吗？听到我头。五十多岁男子15号傍晚骑车被虎头蜂叮，倒地时脚还被排气管烫伤，头晕想吐，血压下降，躺在担架上，由医护人员先帮他注射强心剂，避免过敏性休克，接着赶紧送医治疗。务必要先了解一下是否有过敏的一个病史，是否对风有过敏的一个病史。那如果有的话，万一真的有被蛰到，请务必立即打119。被虎头蜂叮到可不是开玩笑，严重还可能会休克，最好先用大量清水冲洗。而台湾的虎头蜂总共有7种，其中有4种常常在市区出没，尤其8、9月数量最多。那因为里面的幼虫多，所以它们食物的需求跟水的需求也变多，那这个时候工蜂就会出来，然后找食物找水，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容易跟居民或者是人为活动的环境重叠，所以比较容易有冲突。专家表示，蜜蜂有周期性，通常入冬后就会自动离巢。如果住家附近发现蜜蜂筑巢，千万不要自己动手或用工具去摘，因为激怒它们反而更容易遭受攻击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吴慧珊、翟思报道。